诸位同学，我接着的把这个故事跟大家重新叙述一遍。这个就是教育。那么进学校了首先要到殿堂现在人称为礼堂了。那么礼堂里面供奉着大臣至圣先师的牌位我父亲在前面，我在后面，先向孔子的神位行礼行最敬礼，三跪九叩首。虽然是民国20多年了，还是用清朝的礼节先三跪九叩首礼。拜完孔老夫子之后，请老师上座其实老师年龄比我父亲还小请老师上座，我父亲带着我也向老师行三跪九叩首的礼。你想想，我们做小孩的看到自己的爸爸向老师跪在那里三跪九叩首，老师的话还能不听吗？不敢不听这就是父母教儿女尊师重道，用这个方法来教啊。这个方法教你什么？你一生都不会忘记，你的印象太深刻了所以我还受过这个教育。以后你像我弟弟，他小我6岁他就没有这种教育了他就上小学了所以想一想呢，中国古时候这种教育方法真的重要老师教学生孝顺父母，父母教儿女尊敬老师他们两个互相在演戏。我们做小孩的时候当做观众跟着学，给你这么深的印象你一师一生对老师不敢轻慢老师的教诲依教奉行，是从这个地方学来的现在菩萨在此地也是做这个表演实现的，给六道众生看的魔王是菩萨实现的他是不是真正的是魔王？他真的是魔王菩萨实现在魔道当魔王他干的是魔事，但是你看他那个样子是很恶不善，其实都是在教化众生佛这边教人用慈悲他那边教人的时候是用威慑你看两方面他配合得非常好，把人真的导向了正轨导向了成佛之道那么这就是佛法所说的善巧方便真实智慧落实在教学这桩事情上所以第一句
清凉大师教给我们，啊，佛是以德，啊，绝不是以力，以其他的手段来跟人相争。我们再看第二句，为诸天世人有怀疑者，断彼疑故是心相慕。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有五个字，破魔佛谁欲，这个欲就是赢了的意思啊，让这些六道众生呢来看，啊，你看看魔跟佛斗，到最后看是谁胜了，谁败了，啊，他们两个来比试一下，啊，实际上呢，啊，视线降魔，那就是舞台上的表演。六道众生是观众啊，啊，给他们看呐，啊，看到最后，哦，还是佛赢了，魔输了。那么这其实让这个六道众生对佛菩萨生起信心啊，否则魔有势力了，魔也有智慧啊，欲界天人都不如啊，都比不上，都跟魔去学去了。这个事情在世间很多啊，我们不能不知道。魔里面虽然魔王是菩萨实现的，可是魔天里面的众魔啊，并不都是菩萨了。为什么他会变成魔王呢？他有那么大的福报呢？魔王的徒众也是算不清楚的，太多太多了。但是它是局限在欲界啊，佛菩萨的弟子是遍法界虚空界，如果单就这个欲界来讲呢，可能佛的弟子没有魔众多，这个是我们想象当中啊，应该是这样的。所以佛法就常说啊，法若魔强啊，
你要问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六道众生迷的人多，觉悟的人少啊。觉悟的人一定站在佛这边，迷惑的人决定站在魔这边。啊，即使我们从历史上来观察，释迦牟尼佛示现成佛，教化众生。啊，当年在世讲经说法300余会，49年。啊，就以当时来说，印度的人口有多少？有多少人能够亲近释迦牟尼佛，听他老人家讲经说法？还有多少人没有这个机缘？啊，这是我们能够想象得到的。能够亲近接受他教诲的人少数。啊，像现在一个城市一样，法师在这边讲经，几个人来听？图文巴这个小城8万人，就算你今天这个讲经的道场很兴旺，来个3000人5000人来听，这8万人呢，就是来10000人来听吧，这1/8，还有7%没有到这个道场里听过经的，那没有来听过经的，都算是魔道。啊，这个话怎么说呢？魔是烦恼啊！你想想看，你有没有烦恼？这个《八大人觉经》上讲的4种魔，所以你自己想想，你就晓得是不是魔了。第一个五阴。我们是五阴身，那换一句话说，你生来就是魔啊！啊，第二个是烦恼，啊，第二类是烦恼，第三个是死魔，第四个是天魔。天魔是什么？是外面的诱惑。你还受不受外面的诱惑？啊，眼见色，耳闻声，你还会受外面的干扰，受外面的影响，受外面的诱惑？你就是魔啊！你再想想，哪个不是魔啊？啊，魔是折磨的意思啊。啊，凡夫修福修善，没有离开欲望，最高的就是升到摩天。啊，其次的这是才桃花自在天，再其次的花落天。啊，所以摩天是第7层天呢。没有断欲，修行一切善法，啊，能到摩天。欲没有断呢，啊，换一句话说，贪嗔痴没断，嫉妒没有断，但是越往上去，它越淡。那魔是欲界最高的一层天，可见的魔王这个欲望是最淡薄的。啊，但是他执着。啊，他不希望啊人修行成佛。啊，为什么呢？成佛脱离
六道轮回脱离三界了。啊，这是佛在经上常常介绍给我们。啊，魔怕他的徒众，通通都离他而去。啊，这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魔喜欢热闹，喜欢徒众多。啊，所以哪一个发心修行想出家，将来要超越六道轮回，他就头痛。啊，那么经上讲的这些事情，当然是真的。啊，佛绝对没有妄语。啊，我们对佛要有信心。啊，那么由此可知，在三界之内呀。魔的徒众超过佛不晓得多少倍啊！啊，现在佛跟魔两个在争徒众啊！啊，佛是想让这个魔都来学佛，啊，魔是想把学佛的人通通都拉到他这边去，这个是真的，一点都不假。啊，那么学佛的这些人到底要靠魔这一边还是靠佛那边呢？啊，靠魔这边有五欲之乐，啊，财色名食睡有这个乐，这是魔这一边。佛那一边呢，没有五欲，啊，远离五欲六尘，它有法乐，但是。你要晓得六道凡夫啊，在这个轮回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不是一世两世，无量劫来，在六道流转，食身受身习气太深了。佛在经上讲得好啊，爱不重啊，不生娑婆；念不移，不生净土啊。啊，六道凡夫为什么出不了六道轮回？就是爱欲太重，谁能把爱欲断掉呢？谁能够啊真正享受到法乐呢？这不是一桩容易事情啊！凡夫要修行成佛，别说成佛了，成个罗汉，超越六道轮回，都不是简单的事情。啊，这个里面的因我们不说缘的因，是静因，缘的因大家都有啊，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嘛，佛性是第一个因，放下佛性不谈，第二个因就是善根。阿赖耶里面佛的种子啊，这个种子是熏修成的，无量劫来生生世世啊都在熏修啊，但是熏修的力量啊，薄弱，很有限，这是我们能够理解的。啊，我们在这一生当中，细心观察，就明白了。啊，不要说一生当中，说这一天当中，啊，这一天24小时，我们在24小时当中，
多少时间受佛的熏习，多少时间受魔的熏习，这不就很清楚很明白了吗？啊，我们这个念佛的同学们，每一天的时候说老实话，你能够用功8个小时，这是这难能可贵了，很不容易了。啊，你能说4个小时听经，4个小时念佛，1天24个小时，还有16个小时。你是被世俗烦恼习气在熏习，敌不过我，8个小时敌不过16个小时。啊，所以佛少魔多理所当然。啊，如果不是祖师大德提出来一个方法，这方法妙极了，一门深入，常时心修。啊，要不是这个方法，你这一生怎么可能有成就？啊，常时，那真的你要有福报，你都要有寿命啊。你没有寿命，熏习还没有成就，寿命到了，这死魔来了，啊，把你修学的功夫断掉了。来生虽然借助在修啊，因为你当中这一段，至少要断个10几20年，前面忘光了，再遇到啊，要从头来起啊。无量劫来，生生世世不一定。你哪一世闻了佛法？说老实话，生生世世闻佛法那一世啊不多。闻不到佛法的，哦呀，那个时间太多了。啊，这都是事实真相。所以才晓得成功不是容易事情。啊，我们这一生能够有这一点成就，无量劫来累积的效果。啊，那么这一生当中呢，缘好。啊，缘怎么说好呢？啊，50年来。每一天读经念佛讲经没有中断啊，这才起了一点作用啊。啊，这个经教展开的时候真能看得懂啊，能懂得一点佛的意思。开经记上说，愿解如来真实义，这不是偶然的。啊，那么这一生当中明白了，觉悟了，加紧用功，这一生不空过，决定在这一生当中成就，一定要把这个心。啊，为什么呢？如果说是再要投胎轮回，这一个个因之谜，不知道到哪一生哪一劫才再遇到佛法。所以佛在经上说，人生难得，佛法难闻的。得人生闻佛法是第一大喜事，无比的殊胜因缘，怎么可以空过呢？啊，你要问这什么道理？
佛讲的是事实，这个世间一切法都是虚妄的，唯有学佛是真实的。啊，世间无论做什么事情，你就是做到帝王将相，最后还是一场空。啊，帝王将相也是多生多劫累积的福报。啊，福报现前，一生享尽。啊，好比一个人很辛苦很节省，啊，去存一点钱。啊，十几年存的这点钱，啊，哪一天到银行去拿出来，一个观光旅游几天花光了。就是这个现象。啊，帝王将相在我们一般人讲做到部长以上的，至少十世。啊，过去十世修福啊，修善积德了。如果做到帝王的话，那是百世啊，不是十世啊，十世没那么大的福报啊。啊，百世以上啊，积功累德啊，才能享受世间这样的福报。可是享福的时候忘掉了，不知道修福啊，所以短短的几年几十年耗尽了。凡夫不知道前因后果啊，佛菩萨看在眼目当中很清楚，可怜民者啊，他在攒钱的时候储蓄的时候很辛苦哦，他观光旅游用钱的时候他很浪费一生的积蓄，很短的时间用光啊，用完之后没有了，又不知道要受多少长的苦难啊，所以佛跟魔我们首先要能够认识清楚啊，然后要用真实智慧去选择，要有决心，要有毅力，克服自己的障碍，所以才有种种的实现，让我们看了之后啊，生起坚定的信心。现在世间风气改变了，古时候那些传统完全没有了啊！我在年轻祭祀的时候，小时候祭祀，民国二十几年啊，那个时候清朝亡了，进入民国二十多年
还能听到一些大人讲故事。啊，讲从前清朝末年呢，那一些掌故啊，现在讲的人都没有了。啊，小孩都喜欢听故事啊，故事就是教育啊。啊，那都是圣贤教育啊，现在听都听不到。啊，从前小朋友喜欢看图画书，啊，我念小学，图画故事书是我最重要的学习课本。啊，我在五年当中，小学二年级到六年级，几乎把所有这些图画故事书看完了。好的，喜欢看的，还看了好几遍。啊，我上初中的时候，不再看这些东西。实在上讲，对于国学的一点基础是从这些地方得来的，课外读本的。啊，念中学的时候对于科学技术有兴趣，留意这些东西。啊，那个时候的老师好，啊，老师辅导我，协助我。佛在经教里头常常告诉我，疑是菩萨第一障碍。这就是说明疑是佛法修学最主要的障碍。你学佛不能成就，原因在哪里？你有疑。所以首先呢，要断疑生信，你障碍没有了，你的修学会有进步。啊，我学佛进度比人快，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对老师没有疑惑，对老师的教导没有疑惑。啊，这个就是从小父母教的尊师重道。啊，印光大师讲的一分诚敬得一分礼了。我对老师不敢讲有十分诚敬，但是八分沉静我敢讲。啊，十分沉静不敢讲，八分沉静可以讲，我会有成就。啊，但是现在人对老师一分两分的沉静呢，恐怕都有问题，他怎么会有成就呢？虽然听经，天天听讲，他懂了没有？没听懂。
甚至于很可能把意思听错了，误解了，曲解了。我知道啊，这种人不在少数啊。啊，怎么发生的我都明白。啊，能不能帮助你纠正过来呢？很难。难在什么地方？难在你不相信，难在你不能接受。所以这一段经文，降魔就是主要的目的，是帮助学生断疑生信。啊，这是在教学，首先把这个障碍排除，然后教学，才会真正收到效果。再看第三句，为教化调伏，助魔君故，事先降魔。你看佛所说的，这是事先成道，见道场，讲经教学，啊，首先要教化调伏，助魔君故。君是比喻，啊，比喻魔的势力很强大了，像军队一样啊。你要能降服他们，不是一个容易事情啊！啊，这就是打仗一样啊，你要打赢呢。佛用的方法是教化，是调伏。那么清凉在注解里面引用啊经典里面所讲的故事，这都是魔跟佛在演戏。我们把这段文念一念：不寻兵众，满36有寻。哦，那这个人数太多了。啊，为菩提树。菩萨坐在菩提树下了，于作流难呐、啊！啊，想要跟菩萨为难啊，这就是用武力来威胁。菩萨助慈悲智慧，以手指地，一切散坏。84,000大众，皆发大菩提心，
故云教化跳伏，广如方便经，即本行即说。啊，这个广就详细的。啊，详细说明在方便经。啊，这有两个地方，说得很详细。啊，即本行即经，有详细说明。这是用的武力，啊，来威胁，来阻碍。啊，那么菩萨应付的是慈悲，是智慧。慈能化解魔怨呐，佛菩萨应化在求法界，示现的是与人无争，与事无求。人道无争无求，魔就不得其变了。啊，换一句话说，魔对你无可奈何。魔能够威胁你的，能够诱惑你的，你统统都不要吗？他就没法子了。那佛要的是什么呢？清净平等。啊，他修的是清净心。啊，真诚、正觉、慈悲，佛要的是这个。换一句话说，佛菩萨要的是六道众生不要的、不想要的。六道众生想要的、需求的，佛一样的不要。所以彼此相处没有冲突。啊，也就是彼此在一起没有厉害。啊，诸佛菩萨种种示现一切作为，对一切众生是有利的，没有害的。所谓是有百利而无一害，世间人如何跟佛抗争呢？佛不争吗？啊，名闻利养什么都不要，你们要争土地、争田这，佛统统放下了，出家了。日中一时，树下一宿，你要不要？你不要啊。啊，所以佛菩萨在这个世间称为无争道人。我们要常常记住这一句话。如果我们跟世间人还有争，这就错了。这不是学佛，学佛一定要学佛的无争。啊，我们跟人不能相处，
什么原因不能相处呢？利害冲突，有争论呐。如果说真的到了没有利害，无争无取，你就想想看，什么人不能相处呢？啊，见道场，诸佛菩萨见道场不是这种形式道场。释迦牟尼佛在世一生没有见过形式的道场，为什么？这是争端。啊，李老师，以前，啊，我跟他学的时候，啊，教学的时候，他老人家常说，见道场的时候，个个都是菩萨了，出钱出力了。啊，建个道场，道场建好之后呢，这些人通通都变成罗刹。啊，什么原因呢？争权夺利。啊，道场建好之后分赃啊，那分赃不平，啊，天天就要斗争了。佛知道。所以佛的僧团清净就是没有道场，树下一宿，日中一时，没有真的。这个制度好啊，啊，国王大臣长者居士请佛去讲经说法，住在他们供养的经舍，那个产权是别人的，产权没有给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是住在别人的做客，这讲经讲完了，啊，讲完了就走了。一生都是这个样子，啊，所以可以接受国王大臣长者居士的供养，临时的啊，只是一个法会而已啊，他那个法会是讲经法会，讲一部经而已啊，有时候听众很多欢喜，可以在一个地方讲个几部经，决定没有留念呐，没有贪着啊！啊，如果真的建了一个建筑物在此地了，你就没有办法避免注重里面起贪心，肯定有，啊，决定有。佛要避免这个过失，他不要啊。啊，那么到中国来，中国自古以来圣贤教诲尊师重道，怎么能叫老师出去拓跋啊，去讨饭？那这个学生不被人骂死啊？啊，叫老师晚上树下一宿，这不绝在中国是讲不通的，绝对不可以的。所以到中国啊，那就完全是变成中国式的生活方式了啊，所以老师接受供养啊，帝王大臣建筑啊，这个提供啊，这个建筑啊，可是出家人确实是清白，虽然有这些设施，没有贪心呐，
没有留念呢、啊。啊，做的真的是如理如法。我初出家的时候，在新竹去访问无上法师，我去看他的这个道场，还相当如法，我的印象很深刻。那个寺庙是日本式的，日式的，啊，心中已经不是广丹了，这广丹我们讲通铺啊，已经不是了，啊，一个人有一个床位。有日本式的纸的这个屏风，啊，隔成的墙，纸的，啊，拉门很简单，一个榻榻米，啊，实际上是一个半榻榻米，另外半个榻榻米有个小桌子。他可以供佛像，可以放他的衣物，啊，一个人一间，那一间多大呢？一个半榻榻米。我在那里住过几天，我很欣赏。啊，在这个时代，真的那是出家人的生活。他那个房间是长廊啊，啊，疗房就是在长廊的一边，它不是两边，一边，啊，这一边是长廊，通大殿，通斋堂，那么这个都是依照古时候留下来的建筑，十方道场啊，不是属于私人的，私人的就变成子孙庙了，子孙庙的弊病就很多啊，应该是十方常住，那功德无量。特别是在现代这个时代，啊，我们要学师尊怎样教化调伏这一些魔众，那你就一定要知道，一佛出世，千佛拥护啊，戏一个人唱不起来啊，你一个人唱主角，你要找一些配角，配角呢都是觉悟的人，不是觉悟的人不能跟你共同唱这台戏啊，共同唱这台戏都是觉悟的人。啊，万一觉悟的人找不到呢？你要帮助他觉悟，要常常教导他。啊，有几个觉悟的人在一起，这一台戏就唱成功了。
真正是自利利他了，无量功德啊。所以降魔从哪里降起？不是降外面，降自己，降服自己的烦恼魔，降服自己的贪嗔痴，降服自己的自私自利，降服自己的名闻利养，降服自己对五欲六尘的享受，从这做起才行啊！自己成功了，这才能感化外面啊，就起感应。这个经文明明白白教导我们，我们应当认真努力来学习。现在时间到了。